夏天呢温度比较高，然后呢它土壤比较厉害。我们呢十年前呢我们把它挖走了，挖走自己呢自己就爬起来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必须呢进行二次挖走，为什么呢在这个位置呢比较干旱石头比较小我们挖走之后一个是空包第二个呢那植物吃了地面，吃了地面之后呢石头比较大，它不能上病毒下里面发挖走的时候呢得用扫地笤帚加个塑料袋就这个方法。